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。今天是有一件事情想和大家分享，对我来说是一件很不高兴的事。当初政府落实这个行动管制令的时候，就想到在家不可以外出，没有事情做，所以就开始策划和下了一点本钱来打造我这个 DIY 菜园。这个 DIY 菜园是在我家后面的一片森林，因为不要让这个草丛生满一些杂草，所以才想到要打造一个 DIY 菜园。经过大约半年的时间，我终于把这个 DIY 菜园盖好了，然后当中也种了很多这个菜，也是有很多收获，吃了自己种的菜。但是就在这个半年前，开始有一堆猴子来这边捣乱，然后我也是有分享了这个视频，我把部分垮掉的这个菜园做了一些更改。那你知道前几天又有更多的猴子来这边捣蛋，然后我先让你们看看一下我的 DIY 菜园已经变得什么样子了。你们可以看整个菜园已经垮掉了，然后从这个角度你们可以看那些构造全部已经被它做断了。那我们先去看里面的状况。这个铁网也是给它做断跌了下来，然后这一片也是跌了，然后里面所有的构造全部都垮下来了。这些旁边的这个铁架我是不会拆了，因为除了猴子以外，然后这边还有山猪来捣蛋。所以我最后的决定就是打算把这些构造全部拆掉它，避免这些猴子再继续来捣蛋。一大群十几只猴子就是在那个菜园上面晃跟跳来跳去，所以导致整个菜园已经垮下来了。然后顺便给你们看一下，最近这边一直下雨，所以导致我另一个菜园已经生满了杂草，然后也没有时间去打理，因为每天做工回家就傍晚了。
我这里之前有养一些菜米，所以是时候可以种了。这边已经弄好了，然后是时候可以种菜了。这边是我之前已经弄好了，所以这一片我拿来种菜豆。今天的 vlog 就到此结束，你们可以看我已经做到满头大汗了。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们，请你尽快订阅，谢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